What?因为他们就喜欢在后期让微风 carry、oh, WQ combo 直接定两个，但也是只是一波的哇哇哇换血，哇就被勾到、欸、反而是 K 要死掉了，闪现赶快交啊，往上面拉了一下，对方砍而已，对，这才进来、oh, 直接一个踏步，空域的闪现被逼掉，哇是吧，节奏对于 Alpha 来说好舒服，我这里签到签到了，这边加人支持过来，这是点燃套在 WS 外身，在 Universe 身上也是刚刚也有一个点燃的，对，这里雷西先靠、哦、这里是雷西也先靠过来了，雷西出闪勾喂太短了，一点点，我没有勾到，不过菜皮还想留人，哦、有签到，有签到，先签 K， 可以给 W2 combo 走在菜皮身上，这边 Unibomb 一个沉睡梦一过去，想要来帮 K 逃脱，但是 K 没有办法逃走了，直接被小恶魔拿下人头 ，First Blood 是由蓝方拿下。这一波其实告诉他这个闪现是可以的，因为知道对方没有闪了嘛，还没有六闪，所以这里如果被闪拉回去的话，可能就会不太一样。哦，但这里蝎子已经过来做支援了，一波伤害直接打在 Score 上 ，Score 要死了，先秒一个这雷西，解球解除一下自己下路线的能力。尼可他的大绝就是一个防切牌的能力，他只要开得够好，你飞进来反而是会被抓。我先看一下空月闪抓嘉文，嘉文掏个虚位 ，EQ 往下拉，距离拉很远，后面还有一波想要抓人，有没有灯笼？有没有办法成功的收下人头？没有灯笼，对，但就是说，这闪现过强，你会被抓吗？交个大招来断后。成功的是拉扯掉，那 Uniboy 往前交一个闪现，然后过去这 Q 技能，幸亏白转也是打了蛮多的伤害。开点，勒布朗过来牵线要牵 K， 结果被 K 给阻断了。的位置还有点远，而且这个开得过来吗？对，来喽！哦，菜皮有点危险啊，你被绊残了。但火龙是嘉文支持拿到，但蝎子这边又是开了大，进来把嘉文支持给抓出来。Score 被缓速到了，但后面 Nico 也是最后一战把这个经济补回来的话，反而对 Alpha 来说就很危险。我们来看一下菜皮这里，直接被打一套，他没有看到 Uniboy 的位置，然后被刷了一套伤害。对，然后这里中路也是很奇怪，对，冲两个人没有，他就这样被打，然后打、嗯。所以看起来是三人开车，然后撞到厄萨斯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撞，然后迪迪就被撞残了。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播过一场比赛，那个勒布朗好像对对方马达第一箭出水，他整场没出水。哦，空月开大，想要来抓射雷星，射雷星交给闪现往旁边、还有一个惊人拖时间 ，Licky 过来救一下，结果错，好像要被放生掉了，直接死去。在左半边啊 ，Rock 也必须要叫神仙上墙，因为他血量也是偏低了，是可以一个拯救。哎、哦，又被拉了，嘉文试试你没惊人没闪现，你就得死啊！天哪，这里就点了。对，然后这边，太皮想来牵线，牵到了空月，空月的速度还蛮快，但是有被牵到。这雷击出高，哇，有勾到人，但左边嘉文试试进来 ，EQ 非常漂亮，一波暴打，把对方的蝎子先给秒掉。不过后面 Media 人员已经到场，嘉文试试现在死去了。立即 PV 进来，先收一个人头，再往前抓。三角车子是个反向车，从往上面拉掉之后 ，Uniboy 想要进到三角草丛，在这边的 Breeze 慢慢的赶到，但是看来救不了自己的队友啊，只能开一个治愈。但 Licky 的这个刀看起来准度，又没放到，又没砍到，太够啊！帅气满分，但准度可能是有 Alpha 拿到了。来看一下 Replay， 对这个 K 的蹲点真的很漂亮，他蹲在这边，所以让菜皮其实在这边输出就断掉了，而且 Uniboy 也是在侧边做骚扰，虽然小恶魔这里点，但看到了三人下来取这个斧头之后，其实他点不到太多的伤害，直接被对方 Uniboy 就是直接用跑的拉掉。那三人这个大绝也开得很及时，退掉之后，关键是 Licky 这个 TP 下来，第一时间他已经慢了，然后再来是他也砍不到人，他空一个 Q， 然后空两个 Q， 然后空三个 Q， 然后空一个 W， 哇，尴尬，真的尴尬，真的蛮尴尬，因为下一波 Licky 是没有 TP 的，反而 Rock 可以开车。现在对于 NAD 就是一直拖没关系，反正 Alpha 只要不给边线压力，开八龙就这边会在那爆发。然后这里是怎样？一个人现在看到瑟雷西直接被秒了，又是你啊！不是，又是秒瑟雷西啊！你的队友在吃八龙，为什么你要逆向而行？然后这边开八龙，反正 NAD 想来开，那这边 TP 下龙。那 Rock 还没有亮 TP，Rock 要 TP 哪里啊？来看一下，是合到这只眼吗？没有，他 TP 还没好。对，来了 ，OK， 你好了，要开战了。武艺文正面对决，红叶往前面。现在这一波的碰撞，前面 Licky 弹了很多的伤害，扛了一下。侧边的话 ，K 的血量已经偏低了，结果小恶魔的伤害打出去，然后 E 已经死了。现在嘉文是有收掉对方亚历斯塔，但是看到勒布朗已经死去，左边 Breeze 被抓到得死啊！微风死掉了，这场会战看来是 Alpha 大获全胜，剩下一个空月，他没有闪现，没有爆破球果，怎么样抢这样的巴龙？哇，这个巴龙掉了，这一波
就是他这波 TP 很明显比 Diki 慢了。然后这一波小恶魔一个大绝，微操真的很不错。对，这波会战，我们再看一次，就是这一波其实二杀是 TP 的位置是好的。那其实 NAD 一开始，老实说他们这边有点乱，就是有人想挡，然后有人在吃巴龙，这边 K 跟空月都已经出来，但微风还在这个巴龙之口，其实就老实说有点略显尴尬。那 Rock 这边终于开车失利，没撞到这个尼可，那尼可这个大绝坐下去之后，就做了一个卡场的动作。那微风其实想回来继续逆转这波会战，但还是被绑到了，那就直接被尼可直接点掉。其实微风也是有这样的措施，他有收掉差不多。应该说这个没有，应该说这个蝎子就是有跟没有一样，它就只是一个坦，你没有大绝的话你就没什么用。但这边就是这一个爆点，这里尼可真的太肥了。这里勒布朗兄弟菜皮被抓掉了，为什么？不过水晶兵有掉，蝎子出了勾到了，蝎子这波的会战正式爆发，就反而上面地下大获全胜了，往前面来做收头，再一次收掉对方的尼可。哇，斯果野岛。夸抓吗？哇，夸抓 kill， 微风拿下来了。为什么菜皮会被抓？对，让我们来说个时光机，继续看下去。不是你这样被顶到吗？哦、，what？ 对，被顶到了。然后微风果断直接开牙上去受救一波伤害，对，就收掉人头。what？ 他为什么要去打一个牛啊？哦，这里起出勾到蝎子之后，对，然后这里真的没办法，因为对方已经切进来了。然后就算小恶魔伤害够高，但他没有输出空间。哇，蝎子拉人了，现在拉的是 WSY 有复活甲、哦、有GA 卡已经掉了。这波的一个伤害打完之后，来看下一波会战才是关键。 Rock 今天结束之后，交闪线往上面拉扯，现在这僵尸死去之后，蝎子被瑟雷西出国鬼勾到。在右半边的话， Breeze 现在已经收掉了对方人，然后继续往前点，对，但对方已经拉开一点距离。 Breeze 现在拉扯一下、勾到了正面对决，哇，被勾到了， Breeze 直接被带走。小恶魔要继续结束这场比赛了吗？往前面点 K、一个 triple kill。 这边的话，厄萨斯收掉了这边的塞恩，已经是暴走了12-14人头数。小恶魔现在复活被打出来，但小恶魔现在还是满血状态，看来真的要比赛结束了。真的要结束了 ，Scott 这个勾太不可思议了吧！瑟雷西神勾啊，拯救了 Alpha。现在第一组门牙掉，第二组门牙，小恶魔大招先开一下，开个惊人。现在一堆的小兵涌进去，哎呦！接下来是三个人点厨宝，我们恭喜 Alpha 成功的击败了他们的对手，目前排。龙头的 MAD， 哇，最后那个勾太关键了，他直接把这个 BO3 的胜利勾下来。这一勾注定了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，就是 Alpha 不该犯的失误都直接一个橡皮擦全部擦掉了。虽然在这一波之前的那一波被微风拿到了一个 Quadra Kill， 可是这一波其实可以看到 WSY 已经把 GA 出来了，所以蝎子选择进攻他这个点，你就是把 GA 打掉，但你会有足够的时间给小恶魔去做拉打。那小恶魔真的在后面就是点起来，然后 Leaky 也是真的没有浪费他这个1000块的赏金，就是一个人狂砍猛砍，然后真的还是 score 那个勾。这把 MV 绝对 score， 因为没有那个勾，这把其实还很难说。他真的是把微风九颗头的微风，他把微风勾下来，然后在微风倒的情况下，要光靠一个蝼蚁去挡这个小恶魔已经不可能了。对，你这个再肥，我的瑟雷西神勾一样是把这场比赛直接给收到口袋。而在 Alpha 这场比赛打完之后，我们可以从边角上看到对面 MAD 是 ban 了几个 AD 啊，我记得有5个之类的，就疯狂的去 ban AD。ban 4个啦，有 ban 4个，四个 AD。但我觉得关键是本来射手这个位置，他的角色就很多，所以就算你 ban 了，你只能 ban 掉你不想要面对到。好的，感谢三位分析台老师正在线上与现场召集观众，欢迎来到赛后访问的环节，我是主持人部分。那当然，我们在这边恭喜 Alpha 拿下比赛之后，马上请我们获胜的选手跟大家打声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Alpha 上路 Leaky。好的，让我们欢迎 Leaky 哦。那今天是真的如这个分析台所讲的，你们是直接断掉了 Mating 的一个7连胜，而且在此前 Mating 只落败了一场，是在第一轮输给了 HK， 你们成为了第二位让 Mating 吞败的一个队伍，目前心情怎么样呢？就蛮意外的吧。很意外，看出来你的回答也是感觉很意外。对，那当然在这个比赛的话，我们要赶快进入了比赛的一个环节，跟你做一个小小的讨论了。那比较关键的，除了第三场刚刚提到瑟雷西的勾以外，在第二场的时候，其实你们也是有个巨大的一个领先，可是在将近25-26分钟的时候，有一个团战，你们尝试去抓上路的一个凯撒，但导致的是被一波的反打，从此整体的一个经济被拉到了非常的
这个前面，非常的靠近。那你们当时的一个团战是怎么样的沟通？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失误呢？就当时看到凯莎带上路带线，然后有一个眼很好的眼位可以 TP， 然后就踢上去打了，只是可能追得太深了吧，然后就团战输了。然后那波团战之后，我们就变得比较被动了。那你们之后的战术也就是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个打法，等待下一波的机会是吗？对，就是找机会开团。好的，那也是算撑过了，才让接下来第三局有这样的一个算是成功的一个获胜哦。那当然，在目前这两场的一个比赛，你们打的也都是非常好。不过，其实我们发现了 Mateen 其实在前两场的一个战略，他们是针对了上中路去打，已经跟他们以往的打法非常不一样，是一个特别的变化。那你们当时这一个上路的一个驻点，你是怎么样去接受对面连续的塔杀与进攻的呢？就其实都知道他们会上来，只是我觉得可以尝试说说看。所以当时这一个像是二杀二一打二，你还反杀一个的，也是临时的一个判断，还是你跟队友有沟通说他们已经上来了，你们只要尝试来把我活得下来之类的？就我觉得那个塔杀他们不太可能杀掉我了。哦，那他们可能是太过于激动了，就冲得有点太过的感觉是吗？是的。那当然，在接下来看你们拿这个胜利之后，那当你们拿出了一个特别的角色，这只也是在 LMS 来说目前没有拿的，那就是 AD 的一个尼克。那你们使用这个尼克这只角色，是有围绕什么样的一个战略吗？希望这个尼克在你们的比赛中发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？就我们下路线可能觉得这只打线厉害吧，然后这只就平常不太会遇到，算是放大招吧。直接放大招，好，给对面就是一个龙头保住人一点威吓，那确实也是威吓到了，二比一拿下比赛。那当然最后一个问题，其实大家也蛮想了解的，就是其实 Alpha 在目前在赢下这场比赛此前，其实落败的场次是比较多的，你们认为是出现什么样的状况？那是如何调整到今天可以赢下 Mateen 这一支队伍的呢？就细节方面做的还不够好吧，然后小失误太多，比如说做视野被抓之类的。所以在后续其实都有调整这一方面的一些算是小失误的一个状况。嗯，好，那当然最后一个问题了。那当然你们目前拿下了一个胜利，其实跟另外一支队以及跟 DG 有一个小小的落差产生。你们在今年来说第一次来到 MS， 那你们个人，以你个人好了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以现在的情况吗？就还是以不要打升降赛为主啊。其实还不一定，因为你们其实如果继续连胜下去的话，是有可能打季后赛的，这其实还说不准。所以你现在来说是可能比较保守一点啦，但我其实也是希望你们可以在后续可以精气直追，在未来给一些可能老牌的队伍一天就是激烈的冲击。能赢当然尽量赢啊。好的，那我们也是辛苦了 Licky 哦，在今天打了一个三场的 BO3， 也顺利的拿下了一个比赛。那